当你刚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像远远的看着高山一样，你会觉得它很美，你可能会觉得它是你生命当中最好的朋友，你的眼前充满着崇拜。但是慢慢的，当你了解它了，就犹如我们现在爬山一样，你看到的都是一些具体的细节，到了山顶，你的眼中也只是看到碎石铺成的一座山而已。山没有变，是你的心态变了，你的心变了，你的眼神就会变。没有了崇拜，这个山也不再伟岸。在人间，当你抱怨越多，你可能就伤害别人和伤害自己更多。一个人只有懂得珍惜现在的所有，才能拥有你人生真正的幸福啊。